亲爱主，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满了罪恶。主，当我们听到许多偶像崇拜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忧伤。天父，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许多百姓愚昧的罪，赦免我们的不敬虔。天父，我们盼望整个台南市能够被你翻转。主，我们知道所有的子民都要起来为这个土地祷告。父神，我们相信当我们祷告时候，你在天上必要垂听。父神，我们知道当我们单单注目在你身上的时候，主，你就要赦免我们的罪。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主，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都能够多多的祷告。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时候，我们就带着能力。我们祷告时候，你的圣灵就要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祷告时候，百姓就要回转归向你。父神，求你与我们同在，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天的所做的事情，洁净我们的言语。父神，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因为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因为你是一位信实广大的神。主，我们要感谢你，求你天天告诉我们，天天用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天天为我们的百姓祷告。主，我们不单单顾我们自己，主，我们相信当我们为别人提名祷告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要浇灌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起来为主征战，让我们能够成为一支勇敢的军队，能够为你征战。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跟喜安敬拜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把时间交给喜安敬拜团。姐妹，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我深我天赋，绝不说动婴儿藏在你心。等一下，
华。我们要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你的宝血我们的病得医治，因为你的宝血我们的心得安慰，因为你的宝血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你更新，因为你自己的爱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主，我们要张开口不停地赞美你。主，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我们的心喜乐，我们的灵欢喜快乐，我们的灵要尊主为大。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喜乐的泉源。我们要大声开口赞美你，主，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喜乐泉源。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恩心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赞美主，我们要靠近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圣灵包裹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一起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
全意来敬拜我们的主，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主来临，我们要欢迎来临，愿神的圣灵宝座在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赞美歌，不停赞美你的宝血有能力，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呼唤的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主的圣名，我们要高举你圣名，你配得所有对的一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赞美歌，不停赞美，我们要高举你圣名，我们要高举你圣名，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敞开口，不停赞美，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再次来拍掌，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主，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相信我们祷告就有能力。阿门。我们相信祷告能够震动天地。主，我们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你。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你一切的作为，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主，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陷立在逆境当中，或者在黑暗笼罩的场面当中，父神，谢谢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要亲自来安慰我们，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就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主，我们要感谢你，当我们懂得感谢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不再惧怕，我们的眼泪就能够完全被你擦干。父神，你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要跟你说，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恳求主来安慰我，当人生逆境临到，他对我说，我要安慰你，主祈
周遭的弟兄姐妹，他们哀伤，他们痛苦的时候，主你也求听我们的恳求。祝你将安慰赐下来，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深深的爱我们。求你用你的慈爱医治我们的伤口，主你在世上的时候为我们受了鞭伤，所以我们得蒙医治。当你受鞭伤的时候，我们深信你比我们更痛苦，可是你仍然走上这一条通往十字架的路为我们舍了。主求你将这样医治的恩典也加在我们及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很多事我们还不是那么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主，但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是低头看着我们的伤口，乃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抬起头来。我们要抬起头来，因为那荣耀的王要进来。主，当我们抬起头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太阳，我们就深信你的慈爱还在。主，当我们看到月亮还在的时候，我们先深信你的怜悯还在。主，当我们抬头看到满天星斗的时候，我们深信你丰盛的恩典也还在。主，谢谢你，虽然我们有时候还不明白，但这时候我们要说，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永不离弃我们，你陪伴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主，帮助我们不是寻求我们所面临困难的答案，我们乃是要单单寻求你。
我们虽然还在伤痛中的时候，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感谢，我们要发出我们的赞美，因为你仍然是那位慈爱的天父，你是看顾我们每一天的主。谢谢你，纵使我们失去了一切，主，当我们要跟你说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拥有你，我们拥有你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拥有你成为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拥有你成为我们一生的恩典。主，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安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谢谢你赐下完全的医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谢谢你，谢谢你。就是求你继续建立我们的信心在你的信实上面，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献诗，我们请马可牧区他们要带来的诗歌是《亲眼看见你》。Thank you.
是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们要敬畏我们的神，直到永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今天的经节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好，翻到由我来念。撒母耳记上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穷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今日的讲题是哈拿之歌，我们将时间交给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生命里面常有很多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生命 活着的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叫做感觉。那如果我们只是生活的各样的动作举止的话，那叫正常步调，正常步调那叫平凡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平凡人，我们都不但是平凡人，而且是卑微的人。但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尊贵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平凡的卑微的动作里面来思想，要有感觉。那感觉，那我跟大家讲一种心情。有一个音乐家告诉我过他的心情哈。有一次啊，他必须要在一个音乐会，那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啊，他必须弹奏一个奏鸣曲，那要总长度二十几分钟。那这些曲子他必须全部背起来，其中有一个快板的一个乐章里面，他其中有两段是各十二个小节到十八个小节左右，那个要连续快奏的那种指法哦，非常的难，而且一点都不能错哈。他为了要不能错，干脆把它背起来，所以他背起来，哇，手指头要不断要变成机械化这样练。他说要这样练的话，必须每天十个小时，然后他这为这个预备了半年，每天非常不眠不休的这样子练习哈。那为了这个练习，他的生活动作还有教会侍奉都暂停，然后生活动作都好像都打乱了哈。然后晚上常常做噩梦哈，他梦到要开始弹的时候钢琴琴键坏掉啊，然后梦到他一片都空白的，都忘记我要弹什么哈。然后他梦到他弹错了，然后梦到教授起来指责他啊什么。他每次梦到这些的时候半夜吓醒哦，然后想到这个乐谱，他甚至看到乐谱就是一个心情的重担，在音乐他的生活步调里面哦，就是冒冷汗这种感觉哦，冒冷汗这种感觉，经过这些日子以后，他在跟家人的相处，
变成很容易生气，因为他很紧张，然后如果没有办法配合他练习时间的话，或者在动作里面吃饭时间没有办法配合的话，他很容易暴怒。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有目的的，是要来预备这音乐会，所以他要尽量配合他的心情。那一直到那一天的时候，哇，向神祷告，主啊，真的这音乐很重要，他必须要一鼓作气把它弹好。然后他站坐上去的时候，一个祷告就开始弹，渐渐接近了那十二个小节的时候，哇，他全神贯注，哇，非常的集中精神，主啊，要帮助我，等一下一定要。他一弹进去那小节的时候，哇，果真的神帮助他弹得毫无瑕疵，毫无瑕疵，而且很顺畅，真的很感谢神。他过了那个小节后，哇，真的很感谢，很高兴，然后就眼瞄到下面的话，瞄下面弟兄，但所有的观众哦。瞄过去的时候，因为这已经进入到十八分钟了，大家经过十八分钟的疲劳轰炸，下面已经很多人都慢慢睡着了，哇，你知道吗？这十二个小节匆匆二十秒就过去了，你们还在睡觉，他就很生气，我为了这个三个月后不眠不休的，结果二十秒你这样一轻忽的看到旁边还有一个人跟他小孩在说，哎。你知道你讲一句话，我有三个月呢。弟兄姐妹，他心里面就很不平，慢慢谈就不太愉快了。接近第二个十八小节了，稳住，稳住，稳住。但是他谈过去以后，一点点瑕疵而已，还谈完了。半年了，如释重负。然后他下去之后，就发现大家掌声其实就是一般的掌声，一般的掌声，没有所谓谢幕十八次的那种，好像很丰富的那种名家的那种感觉哦。然后突然有一些蛮熟悉的人，音乐水准没那么好哦，他大概弹99分了，那些人音乐水准大概60分左右，70分也懂一些音乐啦，会弹一些琴啊。那位朋友就跟他讲说，啊，会紧张哦。意思就是说我听得出来有错误哦，然后其实啊这部分怎样啊，对了，有紧张啊，啊其实哦，如果心再放多一点会更好哦。我每天都给他很多意见，那个意见哦都是他心里面觉得说你狗屁不通啊，真的讲这种什么意见哦。那你没有练过这些哦，但是随便给一些意见表示你听得懂啊，你听得懂里面讲的那些话哦，好像要指出我哪里错，其实我愿意很虚心，但是你真的了解我这个过程吗？啊，不管算了，反正朋友就是朋友。他回到教会之后，终于又可以排他事情了。他拿到曲子，天哪，这曲子好简单哦！教会的曲子跟我弹那个奏鸣曲差好多，稍微好简单，我连练都不用练。甚至我练一次以后，第三次我就可以背了。当他发现他背了弹下去之后，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不一样的是他生命流畅了，他生命享受音乐，不但不是做噩梦的感觉，是多么希望能够继续那个曲子进行，多么希望能够进去。他享受在其中，他在看下面的时候，下面的人流泪站起来，在神面前感动。在看着弟兄姐妹唱歌的时候，他们心情把这首弹放进去的时候，大家跟他讲说，后来就跟他讲说，你弹得好好哦。弟兄姐妹，这个曲子简单的不得了，跟我那个奏鸣曲不能比，但是大家的感觉融入，连我自己都融入之后那种喜乐。弟兄姐妹，突然发现一件事情，生命是一首歌，歌的精彩在哪里？我常常是思想，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坐在这里。有时候我在想，为了一篇讲道，在家里面翻希腊文的，再翻很多，预备了一大堆，全部预备好以后，整理好，结构好，跟大家分享。在那二十秒最精彩的那部分，你要知道，就讲过去的时候在睡觉。那我心里面在思想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到底要给人家的是什么？我们人跟人的互动又是什么？当我们有感觉的时候，生命是一首歌，不是难的，不是难不难，也不是专业不专业，
是有没有 touch 到我的需要，生命在神的手中。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他的歌曲，而我们今天有没有进入到他的歌曲里面。生命是一首歌，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一起进入的时候，希望今天我们大家能够进入到这首歌里面，这首歌里面我们一起享受神的恩典，一起享受神在我们身当中告诉你说没有那么难，但是进入之后比所有人最难的都还要丰富。我们试试看，再一次来领受神的恩典，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引导我们一下时间，当我们来看哈拿之歌的时候，求你 教导我们去得着，教导我们去享受，教导我们去了解，并且走在这其中，并且看到神你的喜乐。这是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太太，一个叫哈拿，是他特别疼爱的，另外一个他生了很多的儿女。然后那个就一直嘲笑哈拿，你看你不会生，你有生很多。然后不管以利加拿对哈拿多好，哈拿就很难过，你为什么常讥笑我？有一天他就在圣殿里面向神祷告，主，你给我一个儿子，我不是想要占为己有，也不是想要儿子，但是你让我除去这样的羞辱，你让我得着，我要把他全然归给你，全然归给你，成为拿西尔人。然后他这样祷告之后，回去之后，果然神让他怀孕了，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把这个儿子成为生命里面的一个记号，说这个儿子叫撒母耳，这个儿子我有一天要把他全然归给神，因为他是我从耶和华那边求来的，是我没有，我零分，但神给我的，神给我的。所以撒母耳的意思叫做我从耶和华那边所求回来的。他在生命里面就唱了这样的一首赞美神的歌啊。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如果这只是一个故事的话，干嘛写成一首歌？凭什么他说哈拿之歌？那我也可以写一个高明智之歌啊。今天早上我起来刷一刷牙，洗洗手啊等等，那弟兄姐妹，这也可以写成歌，谁要听啊？谁要听啊？弟兄姐妹，生命之歌一定有它的主题，很特殊的地方。那我们来看哈拿今天写成这个歌，它一定有它特别的地方，一定有特别的主题。我们也希望这个主题大家一起来领受，喜乐有要代替悲哀。那我们今天来希望我们围绕这个主题，你生命里面有得到喜乐吗？哈拿是众多的眼泪当中，从疾苦的心情当中得到了喜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试试看，我们要得到这样喜乐，这样的感觉从哪里？从华冠而来。华冠要赐给那些悲哀的人代替灰尘。等一下我们来了解灰尘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也在生命里面来思想，神告诉我们说，喜乐有赞美衣，今天要成为你生命的记号。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了解哈拿之歌，它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生命的转折点。生命转折点，其实只要成为生命的歌，一定要强烈的反差。你知道任何诗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诗歌，一定诉说不平凡的故事。所有诗歌一定有主题，起承怎样转，然后和主题的完整。但是它生命有一个转折点，是要强烈的反差，强烈反差跟对应对照，才能够知道你生命的尊重在哪里。那如果我们要知道的话，我们来做一个感觉，神在这世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的确有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角撒母耳，从神那里而来的，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思想你的生命主题，从耶和华而来的，在你生命里面，只有你有，别人没有的，一般人没有，你有的，弟兄姐妹，好不好？现在我们在主崇拜的时候，好好抓住，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歌曲，你有，别人没有，一般人没有，你有的。也许我们说有救恩，但是你活着像有救恩的人吗？包括你要活出来不一样，怎么活出来呢？那我们来看，也是很多的生命之歌，他们是怎么活出来，你想一想，你就可以知道要这样活啊，你也是要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我们常所诉说的，最近我们查历代志上下的时候，大卫之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也就是说他一生的写照在历代志上的最后，他写大卫之歌，勇士在这其中，敬拜神在这其中，神的荣耀在这其中，但是他把这个大卫之歌看上的一个焦点就是圣殿。所以在我生命里面，我要让神的居所在我们当中，
这是圣殿成为大卫之歌里面很重要的，我要把这一切献上，我要预备，我要预备这一切。大卫之歌成为一个神荣耀的同在，并且也因着这样的一个赞美跟心情，让大卫成为一个不平凡的生命。我们来看另外一首歌，叫做《摩西之歌》。他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面所述说的，当带领200万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过了红海以后，大家瞠目结舌的看到这些敌人全部灭没在红海里面。他要带大家一起唱这首歌：神啊，你的右手施展大能。这个右手施展大能这一句话一讲出来，是代表所有的威胁、所有的军人、所有的敌人一下刹那之间灭没，刹那之间，弟兄姐妹，从惊恐、从害怕、从绝望当中变成全然的得胜，这是大摩西之歌里面所说的不平凡的日子。我们来看另外一首歌，底波拉之歌。在四世纪里面，她是一个女生，一个女生，但她所述说的是得胜，所述说的是敌人的灭没，所述说的是神的大能，但是更述说神用女人来拯救男人。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不可能的故事在哪里呢？奇妙的故事又在哪里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玛利亚之歌。在伊莎伯那里，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救主为乐，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因为他的这一首歌，因为他的愿望，因为他的心智改变了时代。的确，每一首歌都代表改变时代的，改变时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很赖皮，很无耻，他也说我要做歌。有一个叫尼禄皇帝，他为了做那首歌，他做了什么事情？火烧，把整个城烧掉。哦，微微的大火烧起我心中的什么什么，看的实在是让人家生气。在历史当中他是一个败笔，他以艺术家自称，但是他是一个生命里面最龌龊的，因为自我。但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之歌是什么呢？生命之歌是全然打开你自己，没有自己，让神来引导。大卫、摩西、底波拉、玛利亚等等，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打开自己，不再是我自己，是神。如果是神的话，我摆上去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我心里面所思想的，我思想是神的思想，不再是我，我思想不要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当在这当中主日崇拜，我们在这里听讲到，试试看，我跟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不再是我的感觉是什么？不再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好，那我们再思想，不再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你必须是做一个有灵的活人。对，你如果只是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睡的话，弟兄姐妹，那叫做活着，但是这叫一般人，叫平凡人。其实我们承认我们本来就平凡人，你做不出什么大事的，请大家都自己相信，你做不出什么大事，但是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成为大事的见证人。所以你必须要学习思想，你是成为有灵的活人，请你试试看这个灵帮助你打开生命的另一面，生命的另一面。很尊贵的哦，我们前几天去参观赛德克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地方的原始风貌，他们告诉我们说，原住民其实所有的族民的名字，泰雅、排湾，一切的布农等等，你怎么说那个名字，他们就是那个名字。说人，排湾族说人就是排湾，泰雅族说人就是泰雅。我们泰雅，我们布农，其实每一个族，他的发音在他们族的语言里面就是人的意思。弟兄姐妹，神说吹一口气在你身上，让你成为有灵的活人，你的名字叫做亚当。亚当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就是人。弟兄姐妹，你要称为人就是称为亚当，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尊贵必须就是有灵的活人，你必须要有气息。弟兄姐妹，什么叫有气息呢？哈拿之歌一开始就说了，你的心，我的心，我的脚，我的口，要有表达，要有表达。也就是说你生命之歌要成为生命的欢唱，你不要从你嘴巴里面诉说的只是早上起来早餐在哪里，中午在午餐在哪里，晚上晚餐在哪里，
然后在电视在哪里，然后我的棉被在哪里，你的日子就这样子吗？这个叫做物质化的生活，活着也是活着，但是如果有灵来讲，你叫行尸走肉。那我们今天在什么面来思想？不，我的思想是有气息的，所以我气息要表达我的心啊，你要快乐。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从你家里来的时候，不用问，但是一定有人心情不好。昨天跟太太吵架的，被狗咬到的，或者是什么，昨天成绩不好的，或者什么被老师骂的，这一大堆，每个人都有不同心情不好的。现在都坐在这里，对不对？你要不要试试看？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得益处。当然，跟太太吵架那个不叫万事互相效力哦。弟兄姐妹，也是一种效力，但是要帮助你更新。但是你要思想，你现在坐在这里，请你学习一件事情，好不好？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快乐，有没有阿们？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你既然来到神面前，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身体有多少病痛，要思想一件事情，要因耶和华快乐。弟兄姐妹，刚刚看到培文在拉中提琴的时候，好多的感动，从昨天一直感动，每一次感动到这种感觉。弟兄姐妹，他的癌症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是医生都没有办法的，但是他要求一件事情，如果做基座的话，打针的基座的话，能不能再延迟？因为我这样才能够拉琴，因为今天马可要献诗。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不舍，但是尊重他想要为神摆上的心情。弟兄姐妹，这是不平凡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活着让人家感受到你的眼泪，感受到你生命的尊贵。弟兄姐妹，这是生命里面一个很棒的故事，神也在这其中要告诉你说他眷顾到你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平凡的故事，看马可牧师在现实的时候站得满满的，暑假的时候他们分出三个小组，建立不同的牧区，出去分享给别人，一分享给别人，牧区马上有更多人起来了。弟兄姐妹，分享在神面前不是失去，我们生活的片段里面所有分享都不是失去，是在神面前得加倍的祝福，有没有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倒霉的事情，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为了神的缘故给，为了神的缘故做出去，你是要得加倍的祝福，有没有阿们？弟兄姐妹，真的要思想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情也是蛮好玩的，或者好笑。我看到恩龙传道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注意到哦，今天舞群又多了很多。然后我注意到这些舞群，这些后面的这些小妹妹哈，从恩龙传道开始带跳舞的时候，也不晓得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了，后面都已经年龄差大好多了，她还在前面。弟兄姐妹。但是你一眼看过去，是不是看起来都一样？弟兄姐妹，不是装可爱，是真的可爱。我们在神面前学习一件事情，你一直侍奉，你一直都是这种样子。你一直侍奉，你一直都是这样子。有时候我在怀疑，啊，我侍奉那么久，怎么变那么老？但是我一直思想一件事情，我一直侍奉，我告诉大家，我还是这种样子，我还是这种样子。不要去看镜子就好。我看我自己，想我自己，跟我来台南的时候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早上起来想要动什么。所以尽量，我现在尽量都不照相，尽量不看镜子。我每天都过得很年轻。弟兄姐妹，一样的，我们在神面前要有心情。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快乐，我的口，先说我的口好了。弟兄姐妹，我的口，请记得一件事情，你一张口要跟神同步，神难过的你要跟着难过，神高兴你要跟神高兴，仇敌的话，有人攻击神的话，勇敢一点出来讲话，不容神的名被羞辱。在这世代里面，我们有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下个礼拜天应该会明朗化，我会跟大家再讲。我们有几个牧者要为台南市 的整个风貌要来改变。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起来，我不晓得你住哪里，但是我今早上起来要来教会，我七点就出门了，整个街道吵得要命，听空空空啊，吵得要命，我要投书去抗议还是怎样？弟兄姐妹，这没有用，一件事情要更新的话，
牧者要起来敢讲话，要敢讲话，敢把这些规划出来，来做一件事情。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到底有没有声音？弟兄姐妹，我的口要向仇敌张开。你敢说敢做，神会因为你而成为，会让你成为他的见证人。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不是这个脚哦，我的脚是脚身。这个是一个呼叫，这个是一个呼喊，这个是一个为神发出声音。脚的意思就是宣告得胜，脚声是宣告已经得胜。弟兄姐妹，因此你的生命是有感觉的，是有 sense 的。我因耶和华救恩而欢心。弟兄姐妹，你的欢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再是平凡的，因为你生命里面有一种表达独一无二的。只要是歌曲 的内涵，一定是文字都会对仗的。我们也许看中文圣经不会那么清楚，你看英文圣经或者看新的版本的圣经，它会对仗的文字出来。 There is no one， 什么东西呢？它会告诉你说每一句每一句，在中文里面你看不出来，但是在英文里面，他看到他用这种对仗，让你知道没有别的，独一无二的。你在神面前用这态度，只有耶和华，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也没有别的磐石。在生命里面，只有就是只有神。你生命要有这种样子，你的生命的表达，你的生命的道路，请你要有这种 sense。你对你的小孩的老师，对你小孩的朋友，对你小孩自己，对你自己，对你的上司，对你一切，都让他们知道只有神是我们的尊贵。但是不是瞧不起他们，是把我们的神的荣耀来分享，或者是拥抱他们。但是如果有攻击的话，一步也不退让。弟兄姐妹，只有神在你生命里面吗？还是你考虑到我的小孩需要啊，我的先生需要啦、啊、我的同事的需要，而这个他们说，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事情，神圣经所说那是原则啦，那是查经用的啦。弟兄姐妹，求主能够保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什么，你思想什么。如果你是这样思想的话，真的进入到这种思想的话，好，我们进到主题。弟兄姐妹，你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不平凡的歌曲，你想在神面前，你的一生想要在神面前一直都不平凡。生命之歌一定要有一个主题，你要活出主题。第一个，你要清楚知道你在神面前不要随便夸口。弟兄姐妹，你在人面前随便你操端，那是你的事情。你今天在神面前，你要思想，你要侍奉，你要成为肢体的建造跟联合，你要在神面前奉主的名说话。请大家都学习一件事，我你大家一样，都不要把自己特别会的事情拿出来标榜，我要这样做。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不要狂按出狂傲的原因，因为我们一切所得的都是谁给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如果拿出来叫做分享，叫做分享，分享看你愿不愿意，热不乐意，有没有甘心乐意。分享是这样，而不是以高姿态来指导。神给我们有很多的专业，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不要夸口说这种话，因为神的智慧超过我们一切所有的。让人在神面前不要这种心情，不要这种意念，也就是说在神面前自夸。人的行为神正在看。有一个国王叫西西家，他在神面前被神怜悯，他有很多的哭泣，很多的失落，很多的害怕，因为神的怜悯拯救他，因为神的怜悯帮助他，也医治他，让他即将要死的生命重新得到医治。但是他在荣耀之后，他开始怎样？开始自我夸自己有的东西，他开始跟外面的朋友做联合，他把神得从神那里得到荣耀跟外面的做联合，外面做联合夸耀自己有的，那些不是神家里面的人跟他做联合，跟神的家做对敌的人跟他做联合，
欢迎巴比伦的王子进来，来夸说你看我有什么。有一天他所自夸的，从神那里得到恩典，所得到恩典跟荣耀成为他的自夸以后，他种下的败因就是他的自夸，就是他的自夸。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也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看我们的行为，行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呢？还记得第四节在这段所说的，勇士的弓都已经折断，都会折断，就算是勇士的弓也会折断。弟兄姐妹，上礼拜吴先生老师举了圣经的亚撒龙的例子，亚撒龙的长处，亚撒龙的最足以令人称羡的，就是他满头的头发，满头头发，然后他的俊美再加上满头头发，成为大家所羡慕。这真的是我们国家的君王，我们国家君王。但大家在称羡这一切的时候，你最足以自夸的那一点，有一天他死在哪里？死在他的头发里面，死在他的头发，缠到被缠到，后来也因此他的自夸就是他的致命伤。人什么时候自夸自己勇士的那个专业跟那个点？如果我们夸那一点的话，有一天那一点很快就会折断，很快就会折断。我常常思想，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去自夸，也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去论断别人。我们很快就看出别人的缺点，很快就看出别人的罪，然后我们就指出，像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子。其实有时候，像我们上次举一个例子，我们一个卖车的商人，告诉这个买车人说，不要听那些没有良心的车商，他们把那些泡水车拿出来卖，实在是很没有良心。像我们就不会做这种事。他讲的是实话哦，真的很多没有良心的商人就卖那些泡水车，他讲的也是实话，他不是卖泡水车，他指出了别人的罪，但是他隐藏了自己另外的罪。他的车果真的不是泡水车，但他的车是脏车。他隐藏了自己的罪，指责别人，他指责别人都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指出自己的专业，指出自己的优点， 指出来自己的优势，然后从这优势看到别人的失落不对的地方。弟兄姐妹，其实神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站立在神面前，不要说，包括别人错你也不要去讲，别人错你对你也不要讲，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讲。人什么时候论断别人的时候，自己也陷入这个论断里面。做一件事情，人什么时候夸自己软弱？人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在哪里跌倒，他就有站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能够找得出、想得出你跌倒的次数吗？如果你想得出来的话，告诉你，恭喜你，你就有站起来的机会。人什么时候能够夸自己的软弱？所以我常在生命里面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常常对教会很麻烦，常攻击教会、找教会麻烦的人，他们都很自称自己灵性很好。哦，最近属灵特别好，哇，最近感觉怎样。我每次讲的时候就很害怕这种人，凡是出现属灵好的人，他们都骄傲得不得了。但是我常看到在教会里面侍奉非常真实，非常进入到生命的扶持里面。每次谈到属灵的时候，他们常常说什么，我真的很亏欠，真的很亏欠，不够，圣经也读得不是很熟，各方面都不够，他们常常自觉不足。但是这些人常常都是教会里面很棒的祝福。我们再次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世代里面，我们好好看清楚自己，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来束腰。人什么时候自夸自己的长处，那就是他的危机的开始。第五节在这个地方说到另一件事情，一直自己觉得自己饱足的，其实他就是有一天会进入到成为佣人，跟人家讨饭。弟兄姐妹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拉撒路跟妇人的故事。他奢华宴乐，但是有一天他进入到阴间的时候，变成他跟神说，给我一点凉水，一滴也可以。他以前的奢华宴乐在哪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不要太在生命里面依靠自己，我今天一样都不缺。特别是幕后是在老底家教会，当你自认为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摇摇摆摆来教会的时候，啊，我不缺，还有谁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姐妹，
有一天你 在生命的道路里面，你会变成最缺乏的人，甚至需要求食。伯沙沙王是尼布甲利沙王的儿子，他在生命里面欢宴到极点，自夸自己的荣耀，自夸自己的丰富，甚至到一个地步把圣殿 的器皿拿出来来豪饮，来泯灭这些器皿。神就在那一天那个晚上就毁灭了他的国家。神的愤怒临到人，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自以为自己丰富？弟兄姐妹，一样的哈拿之歌的特色，由他自己心情说出来，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弟兄姐妹，很多儿女不是错误，但是不要以为养儿能够防老。儿子不是你的夸耀，儿子不是你的夸耀。我讲这一点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养儿子很高吗？是要生孩子这么高的吗？弟兄姐妹，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产房外面，医生把婴儿推出来告诉我说，护士先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啊，双胞胎啊，两个儿子。哎，我说不对不对不对，是一男一女才对，因为医生在最后超音波告诉我们说是一男一女。在这一个月之前，所有照出来都是两个女儿，然后最后一个月告诉我们说可能是一男一女，所以医生告诉我们说两个儿子的时候，说不对不对不对，是一男一女，我名字都取好了，都取好了，送亲送柔才对呢。因为上头来智慧，先是清洁和平，后面就是清凉柔顺和清洁柔顺。那我们在生命来思想一件事情，就说这个柔顺跟哎呀，这对的很好啊，是两个儿子啊，推出来啊，原来是两个儿子，啊，恭喜啊，两个儿子。那是一个亚克力的一个床，因为他们很小就放在一起啊，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两个儿子推出来说，旁边几个别人的那种家属。他们看自己的，看窗户，看自己的儿子，然后看到我们推出来，啊，这拢你的哦。我们对对对，这我的。那个阿嬷讲一句话，我都永远记得。啊，你哪家搞？啊，我才知道生儿子就搞了哈。哪家搞？弟兄姐妹，我忽然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家对生儿子会觉得是很棒的事情？我心里面一直想要女儿呢，弟兄姐妹，但是经过这些日子里面，真的不是儿子的问题。还记得上礼拜说的这个故事吗？好，我们来述说。以利他两个儿子成为他家族的败坏的起点，他的灭亡从这两个儿子开始。还记得吗？撒母耳这么棒的一个先知，神说我不要你的儿子，因为你儿子没有像你一样全心全意侍奉，我不要他们。你还记得大卫吗？他能那么多儿子，亚多尼亚帅得不得了，亚沙龙圣经说没有人像他这么帅，一个是没有人像他那么帅，一个是帅得不得了，那到底是怎样？那我当然我帅得不得了是我说的了，但圣经说只次于亚沙龙。哇，他儿子都这么帅，但是后来兄弟阋墙，成为一个家庭的一个悲剧。更可怕的就是不但兄弟阋墙，亚沙龙最后还怎样，还叛变，多有儿子，多有灾难。弟兄姐妹，到所罗门怎么办呢？他有好多儿子哦，但弟兄姐妹，他唯一觉得还比较信任的那一个罗波安，设立为君王之后国度分裂了。弟兄姐妹，人在神面前多有儿女反倒衰微，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不是生的意思。圣经今天给我们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是我在基督里面的真儿子的时候，真儿子，真实的儿子的时候，属灵的儿子丰丰富围绕在你四周围直到永远的才是你的儿子。弟兄姐妹，儿子二三十岁之后会如同圣经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弟兄姐妹，吓不不啊，好不猜我生一个孩子到尾都对女儿走去，生命人很多都这样子，
以为娶儿子是娶媳妇进来，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是说人要离开父母，儿子要离开父母去跟妻子一起住。所以今天不是养了儿子能够让你将来能够祝福，不是，儿子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他也在属灵的儿子里面，那他会跟我永远在一起，不是肉身的问题，是属灵的儿子的问题。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记得在神面前不可以夸口，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态度，如果站在神面前的话，那会怎样呢？你会发现神迹奇事就一直出现在你四周围。圣经在第六节就说了，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你记得吗？以斯帖 神让他看到一件事情，你以为进去跟国王讲话你会死，你会死，但是神告诉我说，你如果不进去的话，你有这个机会，你不讲话的话，你和你户家必定灭亡，然后我会用别人来做，然后所做的你以为会死，那些百姓都会活，还记得吗？十二个探子说，你会害死我们的家庭，害死我们的儿女，会害死我们的妻子，结果圣经说，照着你所说的，你以为会害死你的家庭的那些家庭里面 的人都会活，至于你以为保护你的家庭，至于你所说的那一条路全死，刚好相反。弟兄姐妹，所以难怪为什么在我们的道路里面，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鼓励家庭要走出来，学生要走出来，所有在职场上的要走出来，为主侍奉效力，当做第一要务，唯一的。哦，牧师啊，要顾好自己的家啦，要顾好人，凡是顾好自己的家的，会变成阴阴暗暗的。凡是学生说不要来教会，专心读书了，他会变成忧郁症的学生，他会变成变质的学生，他会很痛苦的。不管书读的好不好，他有一天会变成问题人。因为在这世代里面，专心为主摆上的，刚好你以为他会死，你以为他会失落，他们刚好丰富起来了。弟兄姐妹，鼓励你的家庭的儿童，鼓励你的家人，鼓励你的先生太太，走出来到教会里面，一起生活，不一定要侍奉，教会没有那么多可以让你侍奉的，但是一起生活，一起小组，妈妈小组，一起在小组里面一起扶持，一起去打垒球，一起做什么？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上班。教会上班，教会你会丰富的不得了，也会忙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变成另一种不平凡的生活，是被神祝福的。弟兄姐妹，以斯帖好吧，死就死吧，结果他不但没死，全以色列都得到拯救了。弟兄姐妹，死人下阴间，也死人上升，还记得约拿的祷告是在鱼的肚子里面，他祷告时说，我从阴间向你呼求。弟兄姐妹，当他愿意的时候，他成为神的祝福，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还记得约瑟吗？不断的被人家欺骗，不断的被人家欺负，卖了，最后他在这一大堆的失落之后，他站在约瑟的宰那个埃及的宰相的位置，然后他的富足可以照顾到远远的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从那边以前卖了他，现在他的户主可以照顾到他自己的家人。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使人卑微，使人高贵，记得但以理吗？大家以为把他弄到最卑微，但他却在神的保守里面看到高贵。圣经里面说，灰尘的故事吗？喜乐油要代替悲哀，是华冠以神所爱的人，那些人他们要看到华冠，他们要代替灰尘。弟兄姐妹，在神面前，你要看到耶伯的故事，在神面前他怎样起来？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见你，从失落里面看见了，从粪堆里面提拔穷乏人。弟兄姐妹，门徒还有这些人都是最卑微的人，一介草民，神怎么样把他们叫过来，成为最尊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自己。为什么神让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我们演戏都把马槽演得很漂亮，很温馨。弟兄姐妹，马槽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以前我念东海，我们最喜欢去牧场散步，都很多诗情画意的哈。
但是那个我们都走到那个草原中间而已，我们那个牧场马牛都在那边，马都在那边啊，我们都看哇好漂亮，其实要去看也可以啦，只要靠近30公尺到50公尺你就闻到那个臭味了，臭味啊，整个晚上住在那里可以吗？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真的让你受不了不是臭味，想一想我们去看好几次受不了是那些草稻草地方，有粪便有什么有稻草，都是苍蝇，都是苍蝇。我们的耶稣基督竟然降生在那里，神从粪堆当中提拔，比君王还要高，比君王还要高。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这个故事吗？你相信神在做什么吗？如果他愿意这样做，他是不是也提拔你？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成为自己的自暴自弃。今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提拔你了，他爱你。弟兄姐妹，他告诉我们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万物世界都在神的手中，基准点在神的手中，这个柱子神摇动它，世界都改变，你相信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第九节他保护他的圣名，保护他的圣名。弟兄姐妹，我们是他的圣名，我们是他的圣名，我们在他的保护当中，所有恶人在黑暗当中不得动弹，他们没有办法再有什么动作，他们威胁的，但是他们在后来完全的失落。弟兄姐妹，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我如果你相信的话，神的神迹会临到身上。神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谁跟耶和华争竞，谁就被全然打碎。你如果是神的圣民的话，走在这其中，神保守看顾你，而且你如果是神的保守，谁欺负你，神会生气的。神不是用制度保护你的，是用神用心情保护你。也就是你敢欺负我所爱的人，我会很生气。神如果生气的话，圣经用一种描述的方法，哇，好特别哦！从天上以雷攻击他，这个意思就是生气的意思。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埃及人从后面追赶上来，要赶尽杀绝。神做了一件事情，你们安静看神怎么做。当以色列全部被保守之后，刹那之间，红海盖下来，所有的埃及兵全死在这其中，神的愤怒在这其中。这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把它当神话，还是当你生命的应许，还是当你生命的印记，你自己决定。我相信神的愤怒在这世代里面，对敌人是愤怒，对自己人不相信的自己人也是愤怒。我们做一个相信的人，神的喜悦会在我们当中，而且神的保守会真实临到我们当中。再次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他必审判地极的人，还记得吗？神的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直到哪里？直到地极。神的福音要传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但是神的赞美要从最远最远的地方回来。神的审判从福音的角度一直走到最地极的地方，但是神的拯救、神的见证人要从远处再传回来。我每次看圣经都有 很多兴奋，尤其是地极这个观念，它指到东方的海岛，圣经都没有讲西方的海岛，但是他有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日落之处应该是西方没有错，也就是说到处都会起来，但是特别指着东方的海岛。弟兄姐妹，求主能帮助我们，我们在东方的海岛，我们要在末后时代起来为主做见证，述说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记得谁以耶和华争竞，就被全然打碎。而我们在耶和华道路里面，走在耶和华所喜悦道路里面，神全然保守看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力量里面，神赐给，把力量赐给神所高立的人，神与他们一同作王，神兴起谁，神就保守看顾他，而且会高举他。弟兄姐妹，回到约拿之歌里面，给大家有这生命的起点的挑战，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成这样的生命。我祈求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嗯，这种感觉很好，耶和华已经把我求的给我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向神祷告过？有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神应许给你过，医治过你，保守过你？弟兄姐妹，给你的，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给你的，你要不要做相同一件事情？凡是你现在的生命都是神给的，对不对？那你要不要把你现在的生命完全给神？如果不是神的话，你是零分；如果不是神的话，你可能不是活在世上。你既然还活着，既然还比你活着还要荣耀，还比平常一般人还荣耀，请记得不要把这些荣耀又开始编织你自己的美梦，请你把现在有的荣耀全然归给神。哈拿之歌他讲出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对照当时的世代，另外的以利这个家庭，看不清楚啊，以利的悲歌哈。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神对以利说：“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践踏？践踏？践踏什么？践踏神的荣耀？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就肥己呢？”弟兄姐妹，你在做一件事情，你听人的话，你不想听神的话。你注意，你尊重人，你尊重那些跟你有好处的人，但是你对神很不尊重。那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以色列的神说：“我曾经说过一句，但是我要现在说另一句话。以前我答应过你了，现在我不答应了。”弟兄姐妹，今天不是神反悔，是注意哦，不是神反悔，而是那个约中断了，回到你本来的样子。我再讲一次，很多人都有不同这种问题，难道神反悔了吗？神后悔了？不是，是你本来是平凡人，你本来是平凡人，好不好？在生命之歌当中，因为你相信，所以神把你提拔成为不平凡的尊贵，对不对？好，因为你现在被约，所以神说现在开始我不提拔你了，你回到平凡的部分。你只要一回到平凡的部分，你就是失落，就是失落。弟兄姐妹，我曾说你和我互加必永远行在我面前，是被提拔，现在我不容你们这样做了，因为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你不尊重我，你不尊重我，你尊重那些对你有好处的人，你尊重那些你喜欢的人。凡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这个故事对照哈拿，哈拿从神那边得到的，他一直尊重神。我当时怎么祷告，我今天要这么做，对照两个家族的不一样的故事。那我们希望在今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新的故事，看见复兴这样的一个故事，你要看到生命的故事全然不一样。世代不一样是因为你相信神，你也不一样是因为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应允我们的故事，活在你面前，我们这个人活在你面前，我们的一生的奉献在你面前，就像一首诗歌；我们一生的侍奉也在你面前，也像一首诗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神所喜悦，成为最宝贵的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相信这时代要改变。我们在你面前说：“神啊，我们预备好了。”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我们希望在这当中一个呼喊，一个宣告，高举我们的脚在神面前来呼喊，为神而欢喜，为神而喜乐，这样的歌声在神面前，我想这是极为宝贵的。好，我们请我们的小号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在当中为我们吹奏这样得胜的一个军旗，在这其中来，好不好？我们每次在回应的时候，这不是掌声，但是在神面前一同兴奋，一同感谢，一同在神面前，哇，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鼓励他们，好不好？我们给他们掌声，在这当中为他们而高兴，也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一起来领受。Thank you.
感恩祷告，我们请陈洪洲弟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之歌当中亲自我们谱写，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变成美丽的乐章。主耶稣，求你，恳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向你求告恩典，而是向跟你求告，我们要紧紧的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头，是一条追随你的道路。也保守我们学习哈拿的心，主啊，他真是一个得蒙你喜悦的妇人。我们要学习他的心，我的心在你面前要因你而喜乐，我的口也要在我的口中的言语也要与那些抵挡你的人用言语跟他们征战，我的手中的号角也要常常为你宣告得胜已经来临。谢谢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教会，也让我们常常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的奉献不是行礼如仪的，而是主，我们知道每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摆上是竭诚要为主你献上的，让这些所有的金钱都能够成为教会圣工的使用，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建造。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要持续，我们要来转化这个城市，转化这个国家。主，我们相信我们必然在你的面前要看到复兴。谢谢你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颂荣复兴圣洁，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颂荣后，我们请牧师祝祷。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我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生命献上，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谢谢你，我们现在都站在你面前，我们再次说，耶稣，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相信在你面前绝对是荣耀，也绝对是得胜的。
所以我们要用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俯伏敬拜，并且要效法你的脚中来行。但是你叫我们也用心灵的诚实，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你的话如同两刃的剑刺入我们心思和意念的时候，我们这一切的躲开都看到我们生命的问题。求主你帮助我们很诚实的、很认真的把自己在你面前完全的对付。求主你赦免我们、洁净我们，也使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是全然蒙主你垂听的。所以我们很想要用最干净的器皿来被你充满，好让我们看得见主你的喜乐，也看得见你的作为，好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效法你的脚踪来行，跟随你的脚步，而且向着标杆，没有别的藏身之事，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单单侍奉你直到永远。这是我们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在你面前活泼并且有力量，并且有强烈的动机为你而活。因此求你医治我们，使我们身心灵在你面前都活泼健康强盛，好让我们亲眼看到国度荣耀盼望，走在这其中，利三加利，恩三加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